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该名片105节，古六分钟，南不中梁，路不留顺。昨昏咱嘛有读到即句，咱看到即12字，过来想咱现前的处境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呢？根本的原因，这12字啊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是讲，未当将咱的心形转变过来，咱的苦难绝对是有增无疑啊，绝对无可能有好转的一天啊，也无定着有同学的问讲，我会改过别人无改，还有什么路用呢？有这种念头，伊无觉悟啊，也毋是聪明的人。注意想看卖，大家拢烧钱要去地狱啊、饿鬼这两条路啊去行。大家拢去咯，也我嘛只好跟伊去啊。这敢毋是真戆呢？大家也拢对地狱这条路去，我下当觉悟咯，回头咯，行菩萨道啊，这是偌幸运啊！所以咱今仔日无论是别人啊，是毋是会改过？对咱家己啊，本身来改起，咱啊本身会当改，彻底改过来，就是佛法内面讲的自度度他，唔通认为讲我做甲别人是无关系，关系真大咯。啊！咱逐天伫咧念回向偈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有啊，有见有闻呢、啊。真侪人的当中，总会有一两个啊，见闻到以后啊，伊会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就是改过自新啊。就会对这个社会啊产生影响啊，尤其是咱肉眼啊看未到的天地鬼神啊，鬼神看到了嘛会赞叹啊，恶神啊看到了也是会赞叹，你难得啦。所以伫今仔日第一项要紧的代志，识别争论，明辨是非，识别争论啊，这是伫咱现前这个社会对症下药啊。
伊那日，我看到你木原技师，予我看一本小本册，就是师资号，内面有未少篇的文章，全部拢是严厉批评阿林基老技师的回一本。伊啊，这本册我听讲送去真正做的这个杂志社，要求因刊登。这个杂志啊，嘛是有刊登啊。即比我善用这个经本，我虽然这本也有这个好处啊。我尊师重道啊！我的老师教我这本呢，教我宣扬这本呢，我对于老师有信心。我就是做错对地狱这条，会当甲社会大众做榜样啊！一生绝对也袂违背老师。我的老师一生的行医，我看到了，我敬佩，我佩服个五体投地。伊老大人一生的这个行医，无论是文章道德，伊的修持，伊的方法护法。真多出家人拢未比呢，所以今仔日啦，天开的人拢指责我，我也未改变啦。我若是改变，啊，我就是背书叛道咯，我就错咯。恁会当批评，恁会当侮辱诽谤，我是未用你啊，因为恁毋是学生啊。我是一学生，主不言乎过，学生袂当讲老师的故事啦。我会做这个好的榜样，我想也有够了。就是讲对地狱，我嘛真欢喜。希望故事的人，拢会向你孝亲，拢会向你尊师。识别纷争，所以别人怎样对我，我袂应半句话；别人拍我，我袂下手啊；骂我，我袂应嘴啊。我无学问、无智慧、无德行啊！这几句老师教我的，我一生奉行。我绝对袂讲去违背，忍让重要啊！一桩代志，历史因果，深讲无罪啊！咱看会清楚未？我伫。经教内底一再甲咱讲个啊，佛没有定法可说啦。佛个说法只掌握着一个原则，就是以众生个病啊。众生有甚物病呢？就爱用甚物款个方法来对治。每一个时代的众生病无同款啦，祖师大德、代代相传，因有智慧，因了解现况啊，
现前的状况如何来依据啊？佛陀所讲的原理原则，另外来运用方法啦、技巧，这叫显卡方便。那要来讲显卡方便是安怎讲呢？宋朝时阵，洪亮书记书汇集，就是啊，显卡方便。迄个时阵书籍流通量非常的少啊，宋朝时阵也是手抄的，无印刷。一个人想要伫这省当中五种原理本拢去读到，几乎是无可能的啊。以洪亮书这款的身份啊，地位啊，财富啊，都拢无办法啦、啊，完全去收集到。这五种原译本啊，伊只看了四种，这个困难啊，咱是想会到的啊。伊是什么心汇集的？咱啊，将天会良师技术徛在王星呀、啊。伊那是有罪，伊那当王星呢？伊那有地时机呢？伊那当生死主宰呢？念做老技师甲我讲诶，都有回日本的婚证，要有几多年啊？年纪老技师往生的时阵有讲过，这个经论大概都要到2004年啊。伊讲下面的一个高年啊，所有这个妖魔鬼怪会伫这个世间。消息正快的漸的復興，在這個時代法律無窮啊，佛弟子真可憐啊，會修盡一切無慮，修盡一切災難，只要有一個堅立不拔的信心，咱将这顶起传落去啊！无聊修经，这回一本，实在讲，咱嘛是非常欢喜。今仔日伫全世界流通的数量呢，咱看了解估计，差不多有1000万册。这是10年的流通量啊！1000万册经本流通到全世界，我想无有更加大的这个神通法力，要给全部消灭，是真正不容易的一件代志啊！何况有三宝护持，仰天仰佛，咱有信心吗？所以今仔日咱出世，咱讲经说法，总飘对是学为人师，行为世凡。这两句的意思，就是叫咱心胸，甲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模样。今仔日社会大众竞争啊！不择手段的竞争，咱来做一个什么款模样？林牛，未念孤恶啊，未怨恨啊，恶人啊，咱就是啦。
诽谤咱的人，侮辱咱的人，陷害咱的人，咱对伊尊敬啊，煞对伊无一丝毫的怨恨，有一丝毫的怨恨，咱就毋是世尊的学生。伫顺境内面，袂去贪爱；逆境内面，袂去轻飞。常常保持家己的清净平等觉，以真诚慈悲注视待人接物，这是佛教人的啊。咱应当爱学习的，什么是忠良，什么是孝顺？中，咱家看这字，这字嘛是回忆，这心爱忠啊，唔通偏。偏就邪咯，所以忠甲行呢是同一个意思，爱将心摆伫中央啊，儒家讲中道第一义啊，儒家讲中庸啊，唔通讲。有丝毫的偏斜，什么是偏斜？顺境内面啊，你欢喜咯，你的心偏咯，斜咯。逆境内面啊，你生烦恼、生嗔恚咯，你的心偏咯，斜咯。你即个就体会什么叫做中？中啊，就是阿弥陀经顶面的。一心不乱啊，一心是中啊，二心就不中咯，二心就偏咯。像人会做到中，在华严经上，那是一个标准，发心大事啊。你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心才中啊。你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中就无了。良是善良啊，中就是伫这个形象上是善良。这个意思咱来办啦。刘孙，刘是刘侯啊！你看现在这个世间，像这个女强人，足歹听，强是刚强啊，会惊死人啊！孙是什么呢？随顺性德。这个讲法标准太悬了，咱凡夫做不到，咱将标准降低。随顺，说出世间圣贤的教诲，这咱会当做到。说出世间圣贤，尊心。行书因啊，拢是随顺自性，拢是性德的流露。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给咱表现的，是性德圆满的显露。
水世出世间圣贤已经甲咱做了榜样了。孔老夫子是遐好咱的是五德啊，咱会记哩。哎，学习啊，温良恭俭让，温就是留，温留啊，善良、恭敬、忍让，这欠夫子五德啊。这是咱来学习的，留孙这两字拢在五德啊之中啊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，咱爱捌，咱爱清楚。男女结成夫妇，唔是讲恁两个人的代志啊。是菩萨事业啊！是教化众生的啊！是把世间所有的家庭、所有的夫妇做模范的啊！是这款代志啊！你了解这件代志，一切众生得度咯，一切众生拢离苦得乐咯。这个功德利益是这对菩萨夫妻修的啊，伊是行菩萨道啊，伊是来实现度众生啊，是甲世间人啊做好模样的啊。这是在家学佛。若讲唔捌这个道理，咱这佛就唔是白学咯。甚至讲，我还佫听伊讲，有一寡学佛的同修，无学佛也无代志，学佛了后，厝内袂好啊。大家冤家啊！伊个认为讲家己修了袂歹，修了个真好，一家人啊无学佛，拢爱对路，将来拢爱对三途。这对夫妇完全是误会。在经济顶面呢，冤家。如来真是义啊，你就知影我偌困难啦、啊。将佛的意思解错了，想看经教内面啊，佛上讲的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位学佛的菩萨的厝内啊，互一家人拢生烦恼。哎，这个佛是安怎学的啊？真正学佛啊，厝内有一个人学佛，一家人拢是和乐。这些如法啊，为什么一家人和乐呢？六合敬啊！咱家看今仔日学佛的家庭。学佛的寺院啊，技术学佛的道场啊，就连下技术林这款的，咱仔细观察啦、啊，多一个道场和和气气啊，
这个道庭的大众一团和气，和气呀、啊，决定兴旺啊！做生意嘛有功，和气生财啊！家和万事兴啊！有这个人真正的有，伊就是以身作则，家己做一个典型，做一个模范。对会感化一家人，你若不相信，你去念这个古书，舜王哪会当去感化一家人？一家人上解恶感化的，上无容易感化，伊竟然会当感化。什么原因呢？真情慈悲智慧，你只要有这三个条件，无迄个未感化呀，未感化，我这个三个有缺陷，我做了无够，做了无够好啊。可怜做个真圆满，啊，有讲袂当感化呢？所以咱来认真努力，以教奉行。爱做教，男爱做教，忠良；女爱做教，柔顺。处事待人接物，绝对就爱学忍让。绝对呀，唔通去烧钱。好，今仔时间到了，那就讲到这地。